Thank you.
的心情是多么好啊。哎，等一下等一下，还有录像呢，算好吗？想对你倾诉，我对生活是多么热爱，勤劳勇敢的中国，历经风波走进新时代。啊，我们一起奋发，一边干活，一边把心灵笑一边。Thank you.
工具，以1930年代保卫湘鄂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的农民武装、洪湖赤卫队的武装斗争为素材，充分表现了革命斗争的艰巨性和英雄人物的飒爽英姿。1930年代，湖北盖阳县把赤卫队撤离后，当地白集会头子彭霸天在国军的支持下企图卷土重来。赤卫队在湘党支部书记韩英和队长刘闯的率领下继续袭击敌人。刘闯有勇无谋，枪打密探而暴露目标。韩英在掩护队伍撤离的过程中与分队长王金彪一同被捕，后来王金彪背叛，韩英宁死不屈，敌人把韩英的母亲找来劝降，韩英母女互相勉励，坚贞不屈，敌人把叛徒王金彪放回，想诱骗赤卫队进入伏击圈。此时彭霸天的副官展露了他地下党员的真实身份，以自己的生命掩护韩英逃脱，韩英及时回到赤卫队，枪毙了叛徒，配合红军作战，消灭了彭霸天。歌剧中《洪湖水浪打浪》一段音乐是取自于湘河民谣《湘河谣》，唱的是人民饱受洪水之灾的悲苦心情。由于旋律优美，朗朗上口，很快受到了人民的喜爱，配合曲折的剧情，深深地打动着每一位观众。如今洪湖赤卫队中的音乐被作为革命歌曲演唱着，优美的旋律和歌词中所描绘的景色让人更有亲切之感。接下来就由本会会员为大家表演洪湖赤卫队，大家掌声有请。
美国福建妇女友好联盟总会庆祝国际三八妇女节联欢晚会现在开始。我们仅以真诚之意
将，伟大的使命召唤着我们，伟大的事业需要我们携手共进。妇女姐妹们，让我们在各自岗位上点燃心中的梦想，在实现中华梦的进程中创造幸福的生活，展现七彩人生。朋友们，让我们展开双臂，拥抱明天的太阳。谢谢。喜啊，能歌善舞，而且呢口才又好，来，再一次的掌声送给我们的主席。提个小小的建议啊，咱们还是保持我们那个会场稍微安静一点好吗？再一次的感谢大家的合作啊，谢谢大家，大家可以保持这个会场安静一点好吗？林老师上台致贺词，大家掌声有请。尊敬的杨林英主席，尊敬的各位侨领姐妹们、侨胞们，大家节日好。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和我的同事马组长一起来参加福建妇女友好联盟总会的庆祝三八节活动。记得两年前我刚到纽约不久的时候，曾经来参加过你们的庆祝三八活动，当时你们表演的节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们福建妇女在纽约拼搏努力奋斗，做出了对侨社、对中美友谊、对祖国建设各方面的贡献。能歌善舞，你们的节目饱含着浓浓的乡情，也体现了你们对祖国的思念。我期待着今天看到更加精彩的节目。在此，我也代表总领馆全体同事向大家表示敬意和感谢，祝大家三八节快乐。非常感谢我们王敏老师呢，今天能够啊，在我们的正日子三八妇女节的这个大好的日子呢，跟我们在这里头啊一起欢度这个国际性的大节日。再一次的感谢他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我们马翠红领事的到来，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美国福建同乡会后任主席陈学顺。上台致贺词，大家掌声有请。尊敬的杨林英主席，尊敬的中国驻旅游总领馆孙国强大使的夫人王敏女士，还有我们的总领馆的马组长，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侨民、各位妇女女士、姐妹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真的荣幸又高兴能够参加今晚的妇女三八节的这个会庆活动，这个方方面面的努力事情，所以说我相信妇女会跟我们社团一样的，能够为社区服务，能够联系乡亲，能够团结各界，这表明了我们妇女会的勇敢、忍耐、艰苦奋斗这个精神，还有妇女是我们这个骄傲中的一个，她能够相互救助，能够做出你的贡献。最后祝愿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妇女姐妹们，祝你开心、健康、美好，谢谢。好，接下来呢，我们
继续有请出的是美国福建公所郑石干主席上台致贺词，大家掌声有请。尊敬的杨丽英主席，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馆孙大使王敏夫人，还有领事馆马主讲，各位侨民，各位嘉宾，各位福建的妇女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我非常荣幸和高兴的能够参加福建友好这个联盟总会，这个在三八妇女节。今天呢，三八妇女节搞得非常成功，工作赞助给福建妇女会一工会卢建旺主席上台致贺词，大家掌声有请。今天是三八国际妇女节，妇女姐妹们各自穿官场面，官台叫人，为东方大酒楼带来了隆重的胜利。我得代表美国产大工会全体同仁，向美国福建妇女友好联盟总会姐妹们致以最热烈的竭力祝贺，和尊大的富贵，把你风风火火、有勇有谋，在团结山区、富士山区好评。他们很大力支持美国产大中央、美国福建妇女友好联盟总会恢复更加繁荣状态。妇女姐妹们，节日快乐，永远年轻！祝祝各位嘉宾健康幸福、吉祥如意！谢谢。各位主席，妇女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春回大地，万物复苏，非常高兴，也很荣幸。同时，我们也见证了福建友好联盟总会一年一度多姿多彩。联盟总会的同仁们在这边给大家分派这个抽奖的，这个我们美国福建妇女友好联盟总会会务昌盛，蒸蒸日上。同时呢，也恭祝在座的每一位，大家先欣赏文艺节目。不惜说起人们有
接下来请您欣赏舞台剧傻子结婚。大家好，替你看竟然让我的结婚越来越越好。
陈威，没接陈威。好，因为第二个你是啊，你是。好，请您欣赏《天仙配》写的夫妻双双加团。谢谢。那么这首《夫妻双双把家还》献给我们所有在座的来宾。
像跟我们今晚的新郎官合影。来，新郎官还要迎啥光？眼泪。好，第三个号码是104116，104116。啊，下来下来啊，来，真厉害吧？好，104912，104912，104912。157，哇，这么快他就，我这个数字还没报完呢，他已经哇中了中了，157啊，来看一下那个号，来，104621 ，OK， 再次的恭喜啊，来，看啊，也是三星的手机啊，来，哎。摇一摇，晃一晃，好吗？还有的话，换上那个号码，好，104470。接了啊，好，已经产生了。OK， 我来念好了啊，104195。104816啊，
还有恭喜台下的学生们啊。好，我来念一下啊。我有点干不了，大汗都流出来了。看到了，紧张对不对？来，跟我们的抽奖者来照张合影。抱着金马啊。眼睛看我。也祝愿世界和谐，民族团结。
明天我们一定大家都走向更美好的愿景，好不好？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我们领馆能够要离开我们的晚会现场了，有请我们的各位来宾们、各位嘉宾们以最最热烈的掌声恭送他们离场。各位会的同仁们、青年，来，让这边一起。好，感谢你们二位的光临，谢谢你们来把这个后面的奖项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是 iPad 两个啊，还有一个。还有一个索尼的电视机，还有一个1000块的啊买机票的。